幸福能够成双成对，也很祝福我们的幼神跟一璇在未来也能够多子多孙多福气。再次给小花团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小花童呢，用他们纯正的气息，掌声欢迎，请进场。首先，今天幼神大手牵着小手，牵着我们最可爱的老婆一璇，他们两个走上了我们的幸福的康庄大道。一路上有我这些好朋友及家人，你们的陪伴以及照顾，才能够让他们的爱情路上能够更加的多彩多姿。他们两个人相信大家都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快到他们两个人对彼此许下一生的诺言，来走向婚姻的道路。现场所有朋友开始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你们两位来到舞台的中央，来到他们幸福吗？那就在我们两位男女主角来到主桌入座的同时，主持人也正式宣布我们今天的午宴时光正式开始。是亲人还是两个人相守一辈子的家人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先请佑晨跟逸璇，我们掌声面向着大家。那等一下呢，主持人会说祝福佑晨跟逸璇，祝福他们百年好合的时候，请大家大声的说早生贵子哦，记得哦。好，现在现场所有朋友，请你将你的酒杯高高的举起来。那也请台上的爸爸妈妈跟两位新人将酒杯举起来。好，准备了哦。现在呢，祝福佑晨跟逸璇，祝福他们百年好合。找礼物的人，请你赶快上前哦。那我们记得拿小礼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那也要跟佑晨跟逸璇跟他们两个人说声恭喜恭喜恭喜你们两个人新婚愉快哦。来，赶快加快你的脚步来，我们礼物数量有限，很快就会发送完毕的。哇，我看到一个爸爸带着小朋友非常的开心，走回到我们座位上。来，我们这些好朋友，来，赶快赶快，我们右手手上还有礼物，把握这个机会，快点来，我们右边的小朋友。哇，我们希望呢，我们这个幸福棉花糖也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好感受到他们这一份幸福甜蜜的滋味哦。来，我们礼物一块包完了，赶快左边跟右边的好朋友，快点伸出你的双手。好，我们礼物已经全部发售完毕了，现场所有朋友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大家的两位好吗？那我可以看到呢，一璇看上了另外一套非常漂亮的，邀请到我们两位一同来到我们的舞台。来，我们首先让大家看一下一璇这套非常漂亮的礼服。好，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大家花了。好，那现在呢，来，我们要先从谁要先从第一位？来，谁要先妹妹吗？谁要先妹妹？是我们的一珍一珍，还有我们的怡萱怡萱。接下来我们的是婉瑜婉瑜，还有我们的佩瑜。左右两边，我们先来拍张大合照。哇，你看我们这些同学们非常的可爱哦。来，这边可以站三位哦。对，然后左右各站三位，好不好？好，来，那呢，我们先请我们摄影师。哇，你可以看到我们佑晨非常的可爱。好，来，那我们好姐妹来，我们的幸福快嫁啦，这个快嫁就是希望大家赶快嫁出去啦。来，赶快赶快，对，大家呢，来赶快往前往前，跟我们一选来领取小礼物。好，来，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难得邀请到大家来到现场来见证他们的幸福。那请佑晨跟逸
要好好记住，不要欺负我们的好姐妹啦。好，来，我们最后一位。哇，这些好姐妹真的是都非常的可爱，非常的亲切。好，那再次谢谢。非常大合照。好，那恭喜各位帅哥，恭喜你。